把我那个菜园子啊，给它大满灌上哈。嗯。鲤鱼的话就叫做给它叫做透透的。对，一个冬天了哈。一个冬天了，昨天浇了一点，感觉它只是表面有点湿，但是离这个深度啊，就是还差不少呢，是吧？对，今天再给。复浇。今天再给它浇一点。今天浇一天，我跟你讲。嗯。从早浇到晚上，就给它浇一天。对。应该差不多了。对。嗯，这个周末可以种菜，差不多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也差不多，等那个地干了以后，就可以买苗种菜了。嗯。水还是会渗一点点出来，浇太多的话，一点点没事，等它干了就好了。但是它土不会过来啊。对，你看它没有土的。嗯。这是好处的地方是吧？嗯。你看我们的杏花全部都开了哟。哎呦，这大理杏。嗯。细梅花还没开。看隔壁家也是，全是花。春色满园，灌不住啊。这个是金银花呀，这个金银花呢已经发芽了。哇，绿色哈！我想看它能不能往这边爬，让它往那边爬过去哦。你给它挂在这个枝子上，先挂在这个枝子上，让它这样长一点。这枝子上。嗯，对，它不就过去了吗？往这边爬哈。对。哇，它之前老往左手边爬哈。你先放那就好了，让它爬过去。可以哈，要长长一点，要往上面种哈。对。发了好多啊，这金银花可能发了、嗯，就自己长的都不用管它。对呀、啊。浇点水就行了。这里面也给它挖条沟出来试一下看看，给它也浇点水吧，种活就算，撒点随便撒点花种子看能不能种活，万一活了呢，万一活了不就挣了吗？是吧？对，种不活我再种盆栽，再弄个盆栽来种、嗯、看这花，哎呦好漂亮哦，这么多花。看这里全是花，是拜拜，在这里徘徊。要下蛋吗？是不是要下蛋啦？你要下蛋啦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有可能要下蛋了，它有时候下蛋回不去，它就这样子的发出声音。这边开着的，过来，果果过来，是不是要下蛋啦？嗯？你看跑回去了，自己就跑回去了。啊，要下蛋就回去下吧啊。哎呀，下蛋了，好，下蛋吧，给你帘子挡起来啊，嗯，下蛋，完了，这白水泥好像真的不行了，还没脱膜就裂了，还没脱就裂了，完了，哇，哎呦，这个就裂了，不要脱出来了，不要脱了，哎呀，不行，果然不行，白水泥不行 啊这哦这也不行，裂了，这也不行，不行。是不是全裂了？那怎么办？这个白水泥啊，做这个踏步石呢，这个是很明显失败了哈、嗯，肯定是不行的了。不行，这白水泥想给它利用一下都不行啊。没办法了，白水泥它属于那种装饰水泥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只能是适合那个装饰用。还有一袋呢，到时候看看哪里能用吧。对，将来拿用我给你装饰装饰可以。嗯。嗯，我还是去镇上吧，去镇上我们去买一袋那个灰水泥回来。因为这个踏步石嘛还差一些、嗯、再买个一袋水泥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对，一袋可以做好多呢，对、嗯、这个就挺结实的，嗯，去吧，早点去吧，对，你在这边把那个院子里的水啊再给它浇一浇，嗯，现在这个时间嘛就是浇水的时候，嗯，对吧，浇完水还要等几天才能种菜呢，是不是，对，我们买了好网上买了好多苗，说不定也到了，到了，赶紧去拿吧，去拿，嗯，夹它，哎呀呀，你那个爪爪在这里也没用啊，啊，走了，我刚刚在这边浇水，发现这里有个老鼠洞，然后一直灌下去，把那个老鼠灌出来了，小桃抓到没有？然后把小核桃喊过来了，那只老鼠好大，它看到了，它现在一直在找呢，哦。小核桃，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啊！把我吓死了，老大了。小核桃没有抓过这么大的老鼠。哎呦，哥哥们，下去乘凉啦。嗯，下去玩吧。哎呦，到下面玩去吧。哥哥们，你怕不怕老鼠啊？嗯？我感觉哥哥们看到老鼠的话，估计要啄一口。啊，是不是啊？
想想嗅到没有，刚刚它还从这个水这里哗游过去哦，真的是胆子大得很。一直在这里嗅，完了，小丫头估计这一天没逮着它，估计都睡不着觉了。看这水一直往这里流，那个洞那里流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我才知道老鼠居然会游泳，它刚刚真的从这里呼游过去了哦。游到老六了，哇，这小丫头厉害哦！我也看到了，真的在这里。小丫头，你到尾巴那里去接着，我给你打出来。小丫头，你到那里等着，我给你打出去好不好？我拿棍子给你捅出去。小丫头，我去，它要自己下去了，然后把这里拉松一点给你。看到了，在这里面。真的躲在里面了，好了，我拿棍子了，我来把它捅出来，你在那一头等着啊，一定要把它抓着哦，好大哦，你这里进不去啊，小的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小的，你太厉害了吧，我再夹紧了，对，这样的呀，在那里等着啊，我给你打出来。真的来呀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对不起，小了，对不起，打老鼠打到小了，对不起啊，原谅我。你出来了没有，小的？你看好了，哎，看到没？听到声音没有？小的躲在这里猫了，不管它了，那老鼠成精了。他好像知道了一样。哎呦，小丫头，没有抓到大老鼠啊？哦，没事，总有一天会抓到它的啊。哦，坏了，那大老鼠聪明哦。小丫头一直抓都是这么小的，这么小拇指大的那个米老鼠，今天那个有这么大。没事啊，慢慢抓啊，我们啊不着急啊。哎呦，大白知道哦，大白老远就知道你回来了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大白。啊，在这里卸货是吧？啊，好，来，大白回来，危险，等，危险，回来，危险啊，大白，过来啊，哎呀，大白这耳朵还挺灵的。大白凶你了，大白说有没有给我买好吃的，大白凶你了，大白说有没有给我买好吃的，有，这才出去啊，有一个多小时就听见了，他是不是在镜头面前表现一下自己，是啊，看一下是不是又拉了一车东西回来，噔，我的天，一车东西，买了袋营养土啊，营养土给你种花了，嗯，我的某网上买的花到了，都到了，我们在网上试着买一些试一下看看，对，之前在这边店里买的，要到市里面直接去买太远了哈，对，这一看就是你的花苗子。嗯，哎呦，这水泥你就这么没装一下、啊？嗯，进来了。来，小了，过来。来了。危险哦，你看它，刚刚有个大老鼠，我浇水的时候。嗯，多大？嗯，往那洞里灌，那大老鼠跑出来，这么大的，它还会游泳，它从泳池那里游过去。小花桃没给它抓住吗？我赶紧让小花桃过来，那里守半天没逮着。嗯，买了袋水泥重新做是吧？哎呦，天哪！哎呦我的！这水泥是沉的。嗯。哦，先放门口这里吧哈。晚点又可以做模具了。嗯。
白水泥不行了，看看白水泥到时拿来做什么吧。这是我的花花苗啊，对，你看这是花苗啊。哇，快快把我的花拿出来，要死了，你看带叶子的，这是我买的叶季花，从内地寄过来，我死了没有啊？赶紧解救一下我的花，看人家死了没有。嗯、你看小丫头，你看小丫头在那干啥？小丫头，在那里上厕所。我怎么臭呢？嗯，小丫头挺可以的，跑到外面上厕所。嗯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完了完了，干了，完了完了，那么重活啊！赶紧用水泡起来，小心有刺哦，小心有刺哦。干了，干了。你为什么还这样还那么重活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叶子干了没事的，只要它这个不干就行。里面还是绿的，给它赶紧撒点水。这边我听他们说啊，就是这个叶季花它要酸性土质才好种活呢，碱性种不活的，所以我们之前直接种地上的话真的是要挂了。嗯，这营养土的话可以把它用盆栽种起来就能活。嗯，小心点。老树根也是花苗。一颗吗？不知道哎，我这不记得了，好几颗吧。哎，它缠个那个保鲜膜啊，那个给它那个、啊、给它保湿保存水分哈。对呀、啊、你看它这个没缠它就蔫了哈。嗯，它应该把保鲜膜包一包是可以的。嗯，你看里面叶子还是绿的，看到没？是，但是人家发新疆啊，人家真的是能发货就不错了。我也是做个实验看能不能种活。你买啥工具啊？嗯，没有的工具。嗯，什么工具啊？这个拔草神器说。嗯。拔草神器。这么小的。有点小了啊、哦、拔草神器、嗯。这两个小鸡仔看到点绿色赶紧跑过来了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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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。我要把你们关起来了，我跟你讲。哎哎哎，扎不扎嘴？他们看到点绿色立马跑过来，我赶紧先放外面。快、啊、回去。你们两个小兔崽子，回去！啊，哥哥白又在这里洗澡了，啊，又在这里洗澡了，哥哥白，嗯，哥哥白爱干净啊，哥哥白最白。皮鸭子，你不要没事，你不要跟哥哥白学啊，啊，不要跟哥哥白学，不是这样子洗澡的，你是鹅，知道吗？嗯、啊，你哪天皮鸭子也在地上打滚，我就笑死了。哎呦！这是你买的这个开沟神器，嗯，看着还不错的样子啊，挺大的、啊、就这样子是吧？嗯，耶，还可以哈、哦、开粗开浅开小都行，还可以，哇、哦哎、好方便哦，可以很锋利的、哎、嗯，拨那个木须拨倒了、嗯、你看这轻轻一拨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是吧？嗯，还可以啊、哦、挺锋利的啊、哦这个、啊，还送了个棍子，对，可以这个可以，这个完美。嗯，什么工具都有，跳到车顶上去了，你看他，他不管我们在哪，他就喜欢在我们头顶上哦。你看他，好调皮，捣蛋的。还有啊，我还买了好多花苗，应该还没到。嗯。在网上买的也不是特别贵，然后我就懒得去市里了，去市里。太远了，我们去一趟市里的话邮费都够我们在网上买的是吧，来回邮费的吧、嗯、不想动了，主要是太远了。我先试试看在网上买能不能种活，说不定在网上买的比去店里买的还好种活的哈。咱们快递就不在屋里拆了，就在外面拆了。嗯，有一大麻袋。也爬山虎呢，爬山虎，对，爬山虎也买了，这都是老树根、哦、哎呦，你的老树根是这样子的。好好，乖，哇，刚运回来，要不要醒醒苗的？哎，好了，大白不是吃了、哎、你看小的送了两袋肥料是吧？对，送你生物菌肥呢。嗯，看小的站得好稳的。大白，好，乖啊，这不是吃的呀，这是也是那个叶季花的藤，它的根啊、它这个根过来就行了，它这样做法是对的，要那个叶子没什么用的，我到时可能还要把叶子给剪掉，再咔掉是吧？嗯，它就这样子系这个就行了。啊、这
什么？法兰古吗？能不能种活啊？这是什么呀？干了没有？没干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有点像爬山虎哦。嗯。赶紧给它用水先泡一泡，缓一缓，它能不能缓过来？嗯。全是苗哦，买了好多苗哦。这好像是我买的枸杞根一样的。去年买一趟花是吧？一个都基本上都没种活。嗯。今年在网上买试试看。对。这是什么？看看。嗯。哎呦。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又是哪个老树根啊？网上好多这种老树根。芍药。芍药啊，芍药花，芍药根。嗯。其实就这样寄过来种是最好的。来，芍药，拿走。现在天气还不是特别热吗？你看，它也不会干。你看，人家都送肥的。嗯，都送了一包小肥料。嗯。啊，生根呐、啊，放在那里一起种，促进生根的。嗯。芍药花。不是说芍药花每年都能长吗？每年不用管它能长了，然后来试一试哦。有机肥、发酵剂。嗯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什么根？哎呦，发芽了，被我弄掉了。买了啥都忘记了，反正看到什么都想买来种，不知道能不能种活。现在新疆的东西慢慢包邮了，然后只是说时间久一点而已哈。对，他现在怎么说呢？他都是发，他是中转过来，然后他中转都是发一个快递过来。对，他是十几个，像我们买了十几个快递，然后他打包成一整个，然后给我们中转过来的。几个，所以时间比较长，但是呢，他也包邮这样子。哎，小阿达，22棵新苗，22棵，这里有22棵苗，嗯、夜季花混色的，这里就有20根了。这个。十几块钱包邮，你敢信？在这边买，一颗都买不着。一颗都买不着。嗯，这边卖这个主要是太贵了。对。我就在网上买试试看。试试看吧，说不定能种活呢。嗯，种子的话太难种了。这又是什么？现在买的都是一些种菜种花的东西。你买了生根粉。生根粉，你买了一袋生根粉，那勺子拿走。他们不是说移栽呀、啊，或是干嘛的，用点三根粉好活一点嘛。嗯，我来试一下。哦，哎呦，这个还是嫩芽哦。哎呦，这个保护的好啊。啊，这个还绿色的。哎呦呦呦呦，哎呦呦，这个还是绿色的。这也好几十个。哎呦呦呦呦，这个好啊，这个还嫩的嘞。现在快递可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大叶枸杞。啊，这是枸杞，这个叶子可以吃的。一包肥。这边买不到枸杞苗，我就想在网上买。这个叶子可以拿来煲汤的。嗯。真的买了这么多。哎，到这边差不多也快一个星期哦。嗯。还是绿色叶子还可以哦。对。还可以。对，到时候在边上给它种一种，盆栽也种一种。哎。给你买了帽子到了。这终于是我的了。你看你耳朵啊，都晒掉皮了，这边还挺热的。好了吗？现在。这边还是挺。白天你看都晒掉皮了，耳朵都晒成那个卤肉色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大帽子，嗯，可以可以遮阳嘛。你买了这么多的这个苗啊，嗯，可能就。是我们去市里来回的邮费就够了。是啊，对呀、啊，都是几块钱，十几块钱一颗。对，所以说买的，这样这个能种活，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。嗯，刚不是正好买了一个营养土吗？是吧？嗯。那个花店老板啊，他说他也是好多苗都在网上自己买的。他买的在网上买回来卖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们买回来还自己种，自己种的。他说刚买的苗，他说最好用营养土种，对，好活。啊、哦，啥东什么东西都不用，嗯，好吧。哎呦，拜拜，拜拜，重点给你吃啊。哎呀，再拆一个我们能吃的。你买了这个番茄、啊嗯？这个是新疆的番茄吗？这？这是新疆的那个沙壤番茄。沙壤番茄，现在是沙壤番茄的季节了。对。你看小桃就坐在那里，好搞笑啊、哦。这是新疆多少钱？这一箱要多少钱？要50多块钱，好贵哦！你要50多块钱5斤，要划的话划到10块钱多一斤的。这个呢，我们就买来自己尝一尝，就是这一种水果番茄一样的。这么大一个，买的大个的。嗯。
这个时候偷了这个。哦呦，熟了，这个可以吃了。大白鲨，终于开到一个我能吃的了。哎呦，你看口水都流了。尝一口。小鸭它能不能吃啊？啊，草莓心看到没有？草莓心吗？嗯、哇，沙沙的哈、哦。嗯。咦，自己种啊？哎，怎么不买点这种品种的番茄自己种哎？只要大棚才能种得出来。对。是吧？陆地还没出来呢。嗯，尝尝看。嗯，酸酸的。行啊，啊你是绍兴。嗯，对。嗯，甜中带点酸的。嗯，很有番茄味。番茄味道还是可以的，不过像我们就在这里买苗啊，你很难买到就是说这种这种苗，知道吗？嗯，好吃也还好吃，但没有想象中那么贵，20多一公斤了哈。20多一公斤的，贵。嗯，贵。但是它有番茄味。嗯，来。哎呦呦。嗯。这比我们肯定比那种比那普通。比普通的番茄是要好吃一点。这肯定的，要不然价格就在这儿了嘛。嗯，还剩下一些就是菜了，我们看到后面从放到厨房里去好了啊。小阿达上去了，是不是好久没坐车了？想坐车了呀？哎呀，等等吧，等我们把这个院子啊，就是收拾好以后是吧？带他们出去玩一玩啊、哦。对。嗯。快了，我们这院子就差那个中间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把菜一种上就行，差不多了。哎，这小黄太聪明了，把我的叶子都吃了。你看他们呐，回来要给你们弄点吃的，是吧？嘎嘎叫。来来来，这一个给你们了，赏给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哎呀，干掉！来吃了吃了吃了，哎呀，不给他们吃，在这里嘎嘎叫了。这个是枸杞哈。嗯，哎，这里就有20根了。现在这个刚拿回来，这个还不能种啊。对，要先给大家先缓一缓，先缓缓苗的，洒洒水，养一两天再种，缓缓苗哈。嗯、每个种法都不一样哈。嗯，这枸杞看能不能种活，种活就有枸杞叶炖汤了。这么多。好了，可以了吧？好了啊。来，弄点水没事哈。嗯。好，再缓两天。好，到时候看看种哪里。问了一下那个卖家，他说先泡一泡，直接放下去泡水。这种。刚问他，这种叶子没事的，明天种的时候给它剪掉就行了，先让它缓一缓。要喷壶呢，要喷点水，喷一喷，养一养。这是这个，也是烈迹花的一种嘛，反正什么玫瑰啊什么的，老树桩。你看这四根是很老的哟。嗯。这个，说要用生根粉给它泡一泡。他送了点生根粉，嗯，送了一包生根粉，再来个2-3克，放这里泡一泡，那全部放完，啊，他全部放完，嗯，全部放完，啊，哦，再搅拌一下，放那里泡吧，泡完明天种，泡完生根粉可能好那个啥一点吧，你看里面都发芽了哟，你看一般种这个，嗯，都是要把芽把那个叶子去掉种的，所以说你要那么长拿来也没用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之前不懂嘛，那么大颗拿回来很难存活的。对，特别这边那么干燥，又不会种的话，来，嗯、泡这里吧。你的养花大计，今天好好学一学，养一养，看能不能种活吧。你养不活，我给你再去买一点吧。好吧。有这么多，这些都给它洒上水，泡上水了。这个是爬山虎嘞。不知道能不能种的活，给它泡一泡，明天再看种哪里吧哈。嗯。哇，你感觉拆开也没多少啊。没多少，你买少了啊。要等它长起来才多，还有一些没收到呢。嗯。